空空闲话。师父，昨天有位施主叫我空空菩萨，太不好意思了，激动的我一宿都没睡着，结果今天就感冒了。凡是抱着光大的志愿，要把自己和一切众生从苦恼中救度出来而得到究竟安乐，要把自己和一切众生一起从愚痴中解脱出来而得到彻底的觉悟，这种人都可以叫做菩萨。哦，那我可以和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齐名啦？当然啦，菩萨是菩提萨埵的略称，菩提是觉的意思，萨埵是有情的意思。不过观音、文殊可是等觉菩萨，菩萨共分十心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再加上等觉和妙觉，52个等级。菩萨有凡夫，也有圣人，初地以下都是凡夫，初地菩萨以上的12个阶位才是圣人。哦，修行的路真长啊，我还是先像您一样当个空空法师吧。法师可不好当，俺也不配法师的称号。那人家都叫您随喜法师，您还答应修不修？修不修在自家内心，因为很多出家人喜欢人家称呼他法师，所以阿猫阿狗都成了法师。是啊，师父，华严经书上说过的，法师有十德：善知法义，能广宣说，处众无畏，无断辩才，巧方便说，法随法行，威仪具足，勇猛精进，身心无倦，成就忍力。善哉善哉。